有跟他走很慢。可能到到定点的时候跟我说一下。好。师傅还在旁边呢。对。他叫我不能太靠近他。哦，不能太靠近。对。爸爸可以开口说话吗？因为他是在汪死城。他在汪死城，那可以开口吗？他可以讲话。他可以，你们可以对话。可以。好，你有什么可以？就是现在，爸爸现在可以听得到你讲话，是不是？对。可以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直接，你可以讲出来，那我们帮你录音。嗯。嗯，有什么要问？因为爸爸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嗯，因为爸爸，因为很久了。嗯，他是六月初三走的，农历的六月初三。然后他是因为去开，是为了要开刀，嗯、开心脏的刀，然后自己走进医院，然后去做这个手术。可是他当他就是打完就是麻醉药，他昏迷之后，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走了。嗯，然后他说他死不瞑目。嗯，那还有吗？你还要问爸爸什么？然后爸爸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？他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讲，只是他都一直讲说他很怨恨为什么会这样子走了。他说他现在因为心脏这部分他很不舒服，他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嗯，那我想爸爸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他？因为师傅在旁边的。师傅你在旁边吗？有。嗯，准备讲，问一下师傅。他说，爸爸的就是福德不够，功德不够，所以他被困在这里。他要我们子女做功德给他，嗯，然后去超拔他。他就会离开那个地方。他说先为他就是做那个往生钱给他。那等于是会说这样，那等于是做往生钱给爸爸，可以说话吗？嗯，不是。爸爸爸爸也可以说话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说：“目前先给他一点，让他比较好，就是身体会比较好一点。”是吗？现在吗？对对。我问一下，是画一张啊，三二零八还是？一张。一张。他是属。他现在是。可以，就是问他师傅说，三二三九给爸爸。身体比较好。他现在是要烧几点？还是？你现在是要烧一点？一点是几？好，那帮你烧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身体很痛，嗯，然后他没有那个气力说话。好，你先等一下。你的右手放哪里？先帮我转号给爸爸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师傅转交给他。师傅有转交给他。嗯，好，那就比较好。爸爸有身体比较好。
有伤口有比较好一点。他有说地藏菩萨跟他讲，他需要更多的功德。嗯，你要还家愿，你怨恨不可以太深，不然你会脱离不了。师父有跟你讲，他想要知道他是怎么往生的。你是不吧？对。嗯，我问一下。可是济公师父说不能让他知道。那师父有交代的。因为怕他让他知道的话，他怨恨会更深。家里的事情，房子、车子，我们都会帮你处理好。我会常去七星山看你。爸爸他又比较开心了，比较好，比较开心好。嗯，那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师父说不能待太久。所以爸爸现在怎么样？爸爸在那边住。所以师父是说现在要回来是不是？对。